这个真的是无核荔枝，你们不相信啊？我现切一个给你们看一下。往年我们自己都不舍得吃，都要两三百一斤，但是今年就不同了哟。大丰收，100多你就可以买满满一大箱。我们希望更多的青年从事农业，那现代农业，不是过去的农业，现代农业是个高科技的农业。今天给大家开一下海南榴莲到底里面有几方肉啊，号称水果之王。哇，是一刀砍下去切开破开了啊，拭目以待海南榴莲到底是怎么样了。颠不是颠，手机又颠不坏，用你的金手银手发财的小手，赶紧要关注再走。大家好，看我们家的帝王大杏啊，又脆又甜的大杏啊，看着果个非常大，200克以上啊，半斤以上，南北方都可以种植，成串成串的结啊。如果你想种植这个树苗的朋友们啊，11月份起树苗，谢谢大家。你不相信我啊？我知道，毕竟这玩意儿外面都得50-60呢。今年啊，咱们大丰收了，到处都是，才30多一斤呢。就这个蜂糖里呀、啊，又大，每一个都跟灌了糖一样。停，别动，不能往上滑。终于等到你了，给我点个爱心，加关注行吗？祝你永远年轻帅气。停，又到了吃芒果的季节。我听说呀，你们那边很贵。其实啊，在我们产地真的很便宜，看看我们芒果的品质，软糯香甜。太甜了，来我直接不？我呀真的不缺钱，我家有10000棵的黑布林，还有啊10000头猪。之所以卖芒果啊，不是为了赚钱，就是不想让它烂在树上当肥料。看软糯香甜，我寻思啊，烂了怎么也比卖的强。真甜。来我直接播。5毛虽然我不想卖，但是今年啊它就是这么个行情，我们农民啊也看开了。你们看这么好的黄金蟠桃，每一个呀都是又脆又甜的，如果你们想吃啊，咱们农民一箱呀就赚5毛。就这个玫瑰里啊，你们肯定都吃不起，因为啊外面卖你们10几块钱一斤，真的太贵了。看看我们这里，我们是产地，产量啊今天特别高，你要想吃啊，我就挂下方小黄车。世界上最贵的葡萄你们见过吗？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呀就是阳光玫瑰葡萄。哇塞，真漂亮，听说这样一串呀在日本得要1000多呢，尝尝。哇，又脆又甜，汁水还足，现在咱们自己呀也能种了。如果你要喜欢，来我直播间，这么好的葡萄一箱啊也就100多。黑布林呐、啊、甜不甜酸不酸先不说，首先呢它非常的便宜，10几块啊就可以买满满的一大箱了。买点尝尝，又不是买不起。看看它的口感。朋友们看一下地里边长的水果啊，像这样的水果啊吃起来脆脆甜甜的，它那个果肉跟奶一样白。给大家扒开一个啊，看一下啊，看。好甜啊。老乡，荔枝熟了，你看今天这我们的荔枝结得好好哟，口感又脆又甜，喜欢吃的帮我点个赞嘛。你看都脱骨了。老弟啊，咱家的黑布林今年卖多少钱一斤啊？3块钱一斤怎么样？不行不行，有点太贵了吧。这就是在你们那边卖10来块钱一斤的芒果，
在我们这边啊，两三块钱一斤都没人过来收。今年啊，我打算通过直播来卖。如果你们喜欢吃这种品质的芒果，你不妨送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来我直播间，十多二十块就给大家发满满一大箱。